佛讲那个伊个徒弟，这个地瓦达达、地瓦达多啊，伊修噶伊有神通力了啦，伊个神通力本身也厉害啦。但是后尾伊所行邪路去啦，要佛啊，后尾佛的徒弟问安怎怎么说呢款啦？佛讲伊徒弟这地瓦达多啊、地瓦达达，伊修半路呢，伊修半路了，伊无修噶了啦，伊停。停了伊五件个真正大，所以害伊啦。所以佛教咱也是修行啊，未使停半路啦，啊特别修噶了啦。